斯拉官方发布的一些装饰品小物件啊，以前的这种我都觉得很一般，没有什么特色，但特斯拉今天发布的这两个啊完全不一样，我带大家抢先体验一下。首先是这个毛豆造型创意贴啊，打开看看，哇，感觉很精致啊。再打开，合格证啊，还有一层，开开，哇，三个金属毛豆啊，我们贴车上看看什么效果哈。它这个毛豆下面都是有这种双面胶的哈，可以牢牢的贴得住的。可看，一个，这个不贴双面胶的话，它是磁吸的，但我估计开起来会容易掉啊，还是要贴双面胶，这样好看，还是这样好看？我觉得还是 Model 3应该更合适啊， Model Y 贴起来，感觉这还是给 Model 3设计的啊。然后就是这个 Model Dog，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看，估计很多女车主应该会喜欢啊。看这个狗有没有很眼熟啊？答案揭晓，就是这个狗。怎么样，喜欢的就到特斯拉官方商城领取吧。